个裸体的打我。谁在听打算花火啊？巴克菲卡德萨伊达，他那个好厉害啊！我想确认一下王哥和同学，应该不是这个王哥红吧？哪个王哥红？你的那个师门同学啊，我是叫王哥鹏啊。我觉得以他的这种技能来说，啊，我怎么了？我室友说他直男癌审美，直男癌审美，死宅吗？我不也是。第二个点来，因为中枪。哎呀，好吧，哇。这么刚，这么近的吗？那换个地方，好吧。我想想，我换你家， think, 好吧。换你家怎么样？老地方。行啊。你说什么时候跳啊？那我觉得 F 杠，哎，跳吧。没关系，别跳就跳吧。走。有人吗？就跟他刚喽。打美服就拿出点打美服的什么气势来，哎，哦，对哦，现在没有服，看有没有人啊？好像没人吧。主要这地方穷，不一定有人来。大家都嫌弃着。有人去旁边的野区，啊，去那个地方。没人，这儿有人，黄点有人。你看，你说的那是我。哎，有一个在飘，很近。等一下，你们小心一点啊！有人落在那个林区里。就那后面那片那个树林里面了，有人落那里面了，可能是黄点的人的队友。自己人，别开枪。哎，这波又没枪又卡，怎么搞？怎么玩？好穷啊！哇，好穷啊！九毫米有什么用？消焰气。打凉了。哎，这美服怎么那么卡？刚才那把是什么符啊？嗯，亚符。刚才那把是亚符。这加速器我骑油只有它的自动给我连的节点，中间不会换的。我不能换节点。要自己选，应该也可以选，不过我没选。我是海豚加速器。哎，海豚我觉得贼烂现在。是的。我这个月的我之前到期我就没去了。这些海豚让我游戏老是崩掉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圈好像还可以吧？圈还行，就慢慢搜了，小心有人摸过来就好了。哇！哇！我捡到现在只有一把手枪。我也是。一把乌兹。这个少王台上可能会有一些很厉害的东西，但我没说。我怎么看见你在岛上？谁在岛上？我在岛上。啊？啊！你去了一个很厉害的地方。就是这么强。为什么总是去这种奇怪的地方？岛上嘛。搏一搏，对不对？单车变摩托。有点迷路。上不来了。跑路了，跑路了，跑路了！他们应该会往圈中心摸，不会摸过来。哎，上来了！我就怕待会儿对枪的时候一卡，我就死了。什么都没有。枪好肥啊！两把枪，没子弹。包都没有，肥什么肥？直觉告诉我这边会掉那个空投。真的很直觉。我这边有个一级包，你要不要？迷你幺四。迷你。你们拿吧，我拿 AK 了。哦，好吧。我有两，这边还有。我来用迷你。哎，我来用迷你。
播间。是的，直播间。我们没有直播间呢，我们今天。我本来想开直播，一个是开了，感觉内存不够，一个是网太卡。那不要老想拿一个什么98K，哎，搞个大新闻。我们会被录成视频发到 B 站吗？那要看这局的节目效果如何。拍成纪录片发到 B 站。我为什么会标注潘英梅来了？为了欢迎你的到来。我的名字明明是一串，就是注册刚注册的小数字跟字。终于有枪了。不知道哎。这边都搜过了是吧？没有背包是最骚的。我这边有个一级包。行啊，一级包也是包呀。想要的东西。我这边又有一个一级包。行呀。哎，这边你们搜我。这甚至还有一把汤姆逊冲锋枪。我挑了一个。呵呵，三级头，二级包。发财！这里有二级头，这个屋子有二级头，我标一下。哪个屋子？黄点。是谁？托尼来了。我有九八 K， 我有九八 K， 快快快，来我这。拿着滚。你游戏下好了。啊、嗯，还有一个 G， 一个 G， 十五分钟。剩余时间两分钟。啊，行。这么快的吗？南区还是有兴趣、哦、就往黄点靠吧。懂了。说的这个黄点的，你说的黄点的二级头在哪里呀、啊，兄弟？哦，在我看一下。想想啊，有点路痴，可能是对。是不是要去找车了呀？在群里啊，随便。看到了。我这有车，我这有车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快来。你他妈在军事基地？我在出征岛。啊，行。你在军事基地？不是不是，那个同学还在下游戏。啊，有车有车有车。但是我没有。嗯，这有车，来吧。昨天刚买的游戏，学姐们带我飞啊。来，我标一下车，然后我直接往这走。车在这儿，车在这儿。学弟学弟学弟。我是。这儿有辆吉普啊。嗯，你们把车开到，不是带棚的，开到这儿来吧。这个游戏好贵啊，昨天忍痛才买了这个游戏。今天不是应该买那个另一款绝地求生吗？Getting over with it。三十二块钱。三十二块钱。你吧，那游戏我感觉很无聊。我没玩。那游戏不就跟《愤怒的小鸟》差不多吗？你想把车开到哪里去啊？吓死了！进上车，上车。还跳吗？那黄点吧。已经上车了吗？其实我等一下，我这二楼搜完好吧，我下来。后面还一辆那个小轿车。等一下，这边可能被人来过。你有开吗？也可以开呗。黄点这边可能被人来过，有可能。去开吧，去开吧。好的。你们小心一点。我们这边上哪里去？这边哇，你们小心一点。来，大同大同，你搜好了过来。我在哪里？我在路上。我在路上。我在黄点这边，被人来过了。那个，我来找你们吧。我另外标个点。我这里很穷，我觉得我车这个不是裸装，好吧？不过他们刚搜了，这边都搜了，居然有个电脑没有拿，有个医疗箱没拿。下完了。下完了。我上车，我上车。哎，这游戏怎么玩？两辆车，可以。鼠标左键开枪，鼠标右键瞄准。哦我刚买了个卢本伟同款外挂。嗯。去哪里啊，定位？定位在哪里啊？来接我，来接我。我在这。定位打野。你们几辆车？我们去一个黄点啊，可以。但我都没有进，你们谁有多的两倍进什么？我有多一个两倍进。好好。嗯，雷哥你开吧，相信你的车技，我开后面那个。哦，我们应该去哪里啊？黄点，黄点。哦，好远啊！别撞我，别撞我！到了，小姐，我马上。我不会干你一样的事情。我那是失误。嗯？小姐，出错
这边上车小心一点啊，因为刚刚那个地方被人搜过，那些人可能没走远。别撞我！哇哇，你个这占道呀，占道行事啊！怎么又占我道呀？各行其道呀，各行其道呀，这游戏别卡住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哎呦！我跟着你看，我跟着你看，我跟着你。交通规则嘛，各行其道呀。这样很危险的。有一辆车在开，我们打他。啊？打他？在开？不关我事，直接进。有一辆，这车上好像还有两个。感觉我马上会被打，在这边。没到黄点。直接去黄点吧。主要是有点卡，不敢对枪。开车的时候有梦想的就往空中看一下，梦想的是什么？飞机飞过的时候。哇！我操，这里面有人！来来来来，等我出来，等我出来。左边左边，可以去打他，没血，直接进去补他。去打去打他！进去打他，加油！一个人吗？一个人。进去，我吃他腥味。哎哎，就在里面呀、啊！就在里面呀、啊！里面没有人呀、啊！小心右边那个门后面，小心右边门后面。可以。天哪，我惊呆了。躲在门后。因为我觉得旁边他们车在这儿。我惊呆了。还好你们是一波。他是一个人吗？不是一个人。他有三个包，来舔吧。好好好，我来拿东西，我来拿东西。哇，我惊呆了。还有这种操作，呆了！哇，他好惨哦！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！哇，四个人走，四个人舔一个包，真的是。他队友会不会在附近、啊？别，先进来，先进来。进门。我想换剑啊，一级防。少阴逼，真的是吓死了，门又打开了。你们有人要拿这把 M164吗？没有的话，有人可以分我一点子弹吗？我给你点子弹，要啥？进来吧，进来。镜子什么的。啊，那我给你个二，我给你个二倍镜。好好好，多磨多磨。哇，这人有毒啊！你能不能放我点？他也不补我刚才。对啊，他就缩在门后，他可能在，他可能很害怕。扔那儿。而且他就一个人呀，他队友还在的呀。对。好迷呀。他队友在哪里呀、啊？他队友抛弃了他，大概是决赛圈界那种那种类型，也有可能是那种散人。他队友说决赛圈界，他们身上有没有多的五五六啊？你们有人身上有多的五五六吗？虽然我不开枪，但是我身上现在一发五五六都没有。哦，我有44发。很上档，那你也挺强，那算了。没事，我可以分你20发。把五五六好吧。啊，好的。来，你在哪儿？交易。我在房子。这边人还有点多呀。哦，我来找你。我们进房子。嗯，穷是穷啊。真的穷，真早好几。我刚进去那人看了我3秒钟了，再开始打我，我就。说不定。这人也是难以置信，怎么就？我的神。几倍镜，2倍，能够从这个镜子里看到反光吗？我被舔光了，被舔空了。我现在对着你的头来一枪，你会伤多少血啊？别，这种实验不要做，伤大概30%到40%。没事，不会掉血的。看你这个三级血的非常的姿势，好吧？那是我们一人来。我现在有快扩弹夹，拖载板。我看这圈不是缩了吗？没缩。我们去黄点吧，哎，这样带着没意思，走过去。开车过去还是走过去啊？走过去吧。开车的。啊，走过。开车吧，2辆车是吧？还是要的吧，好吧。把车开过去。我们的车队。来。那辆车。有谁上我的车吗？走吧。没人上我的车是吗？这点距离，就跟你从。
五角场到江湾体育场，你还要坐个地铁一样。嚣张啊！凭空战。别，下来。还行还行。致死了吗？这个人在打绷带。可能还有人，可能还有人。这人还没死，这人还没死。死了吧？补两枪快。你补呀，赶紧补呀！把大老师拉一下。拉我一下，好吧。他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，都死了。我也觉得他死了，你为什么？但是你看我浪费了六发子弹。他刚在那边很鬼畜的在那边抖动，我还觉得他在那边装。应该还有个队友，他们三个人可能还有个人在，你们小心一点。你吃瓶止痛药。八倍镜朋友们。八倍镜我拿。那个大头。我扔地上，我拿。他有包，他有包。哦，没拿到吗？行。哎，我扔在地上，你们。OK， 我拿。哦，怎么这么刺激啊？这一次。哎，捡不起来，我操，捡起来了。有狙吗？他们？怕是没有，没有。三级包。两级包。我人。新闻，你没有狙吗？没有狙，你有狙吗？我把 mini 给你啊。啊，行，给我 mini 吧。来，AK 我丢地上。这边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四倍镜，还有一个四倍镜。四倍我有的。四倍镜你给我。好吧，都有。哦，我 AK 丢不出来，这破游戏。来，换。放地上。放地上了吗？地上。哦、好难找，找到了。这边还有止痛药，你们要吗？算了，我拿了。OK， 我没要。我拿一把 AK 吧。这边还有包里还有一个四倍镜。AK 是用7.62的子弹，对，好吧。等一下，416，我拿个416。四倍镜拿了吗？绷带还蛮多。卡成卢本伟了。卢本伟真的是，菜了。556再捡一点。是，锤到地上起不来。我这把是啊，我这把基本上成型了。哎，换个二级甲吧。还没死啊？没有啊，这么想我死吗？又杀两个怎么样？哎，车声。孵蛋吃鸡第一人。统瑞涛。刘星卫。你是不是今晚打完这一把又删游戏？应该不会吧。哦。哎，玉溪，你怎么还是残着血？我刚打了个包。我没有饮料，有饮料吗？你们？有，给你。给一点。关键。进来吧。来。进来给啊。你止痛药要吗？要的呀。我什么饮料都没有。分你一点。分你两瓶。继续圈内，动不动。哎，我怎么捡了个四倍镜？你们要四倍镜吗？给我吧。给我八倍四倍起了，行。我这还有一个多，哎，哪？我这还有一个多了两倍镜。谁在打？机场打的。机场，好的。你要吗？谁打的？机场打的，小心一点。找下人，是哪的枪声？是消音器吗？这种。我上三楼。哎呦！你们下来。让我们下来。我去换个二级头，我忘了，我应该去换个二级头，到这个案发现场。一个完整的，完美的二级。我想到底会被四周打呀。很凶险。看到人了，一方向在跑，两枪，再开车，三枪，四枪还不死，两个人，要死，车胎被我打爆了，在打血，我两倍镜什么都没看到。我刚应该还有其他人打我，这两个人不是打我的人。嗯，别躲一下，
不能找他。我操，好阴险！你们都在楼上吗？你们别上来了，上来很危险。有没有红点？上一楼，我扔两个红点。只能他妈九八 K。掉到楼梯上。地上。打我身上一枪，甲快没血了。一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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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全是全息。就是我刚扔了两个红点，一个红点一个全息，两个红点一个全息。这个，动不动？啊，又有人过去了。好像不在这里。别让别让我扔。他们可能下那个防空，我看到了。在伏地呢。有一辆那个摩托车。哎，我下来换一辆甲，甲快没了，换件甲。我记得有一级甲。啊，我身上给你吧。哦，我都甲坏了，我甲坏了。我甲什么时候坏的？哎，那人死哪儿了？对，哦，他们没有死这边。哇，也没有好的一级甲。一级头一级包，没有甲。迷你的威力还小了一点。来了呀！毒来了！我们在圈里，怕猫。我周围搜一下，也没有多的甲。这才第几个圈了？哇，这人止痛药都不要吗？哇，还是圈边上。圈边可以卡人，这个圈。到中间去吗？也行。不过这个人还有点多，这个圈很恐怖的。大概去哪儿都有人，你自己当心。美服现在这么怂吗？美服可能都是中国人。黄点那边的声音吗？嗯，对的。这地方，这个屋子还没被人搜，还拿了个消焰器。我看着你附近，好吧。哦，要求不高，一件一级甲有没有？往点走吧。哎，有甲了。还是崭新的二级甲，可以。走了吗？枪声。等一下，我喝口饮料。这周围很凶险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我可以先。先抠一下，我看人了，你对着是不是？还不死？他们三四枪了吧？树后面是哪里啊？倒了，还被根本我们都连敌人都没看到。死了 ，N 方向 ，N 方向，树后面 ，N 方向。那人已经死了，他队友还在那边。我稍微往前摸一下。没有，我是八倍镜嘛，我是八倍镜，所以。没有不用的四倍镜吗？我这有个四倍，来，我给你。啊，算，你可能会用，不用给我了。好，行。那人队友没漏了。在树后面啊，已经死了。他还有个队友刚刚在那边，现在不知道。我操！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能跑吗？我找人，我找人。看来是那边。可能在那个楼那边，我看一下。打个包。我喝两瓶能量饮料。我衣服已经坏了。哇！哇！近点，帮我架一下，帮我架一下。
从我量，没有没有没量，我可能量，我看他了。出来哇，哪儿？看到了。没事。你等一下。在 NE 方向的有两个人。就在新。好。啊！别啊！你们怎么都倒了？没有啊，玉溪还没倒。就啊，两个人拉一下吧，好吧？他刚才在拉我。啊好，大风大了，我没有看到。含泪填包，含泪填包。赶紧填包好吧，我观战了。人在几点方向？哦，我看到大风，是在 M 方向后面。看看我这个，反正我打完以后不敢动，这边不要出去，这边出去了就会被打。对的。我想一想，这个怎么走？黄点的房子，先过来，我先过来，我看一下那边。是不是在打？来这边吧。哇，这黄店房子里有人喽！摸过去吧，这边树比较多，可以摸一下。这边走灌木丛的地方，灌木丛的地方，边走边看。其实能够有什么灌木丛是在圈里的话，哎，开门了。哇操，往前走一步，胆大心细好吧。看不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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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到我。这位置还行，我不讲话了。你们自己进圈就趴下吧。我得清一下屋子啊。一门一架，放门槛。圈。这个圈。我想想。都可以摸过去了，我觉得。边缘摸，想把这堆人堵掉，防止这个人，不然我们待会儿他们在我们后面。嗯，那个麦田先不要过去，那边很凶险。我先看他在哪。这两个房子里，应该是在远端那个，这个房子黄点。两小摩托，把那个饮料有的话打满吧。我刚刚身上还有很多罐饮料呢，我捡拿了吗？拿了。先进个前十，完成任务。SW 方向树后面有一辆车，好像在打，不停的有。我觉得我要先把屋子人清掉，不然。哎，出来了，屋子里的人出来了。出去了吗 ？OK。对的，等会儿。他们往前摸了吗？还是怎样？不是，他们在那个房子的后面。OK。我去找他。我看到他的半。不好走呀，感觉有人在用酒吧可以点人啊，就在你这个烟，对，两颗烟雾弹，再走，锁圈了，看人了，走，你们进去就趴草地吧，看人了，看到人了，一万个人。在左边那棵树后面，对。啊啊！直接啊啊啊！啊！毒死一万个人，毒死一万个，毒死一万个，哎。